爱的家属朋友们，我们唱的好不好啊？好，给我们掌声一下好不好？谢谢。我们相信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，我们期待的是什么日子呢？我们说圣诞节，圣诞节我们是预备谁的降临呢？你们有谁知道吗？耶稣，很好，哦，非常好，感谢上帝哈，我们预备迎接他第二次的来临。当然，他的降生带给什么呢？带给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平安，因为我们不管是这几首歌，我们是能够期望能够从我们的生命的故事里面能够激发我们每一位，能够像你们心中的那样的一个期待，想要认识一个信仰，想要追求一个信仰。平安夜是上帝他赐给透过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所以呢，我们愿意用这样的一个短短的时间，我们愿意来到医院，愿意来分享耶稣的爱，愿意透过我们的生命故事来见证耶稣基督，来见证他的爱超过世上的人。我们愿求上帝的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最后这首歌是以平安夜祝福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来宾，不管是家属，我们的亲朋好友，我们祝福你们借着耶稣的爱，耶稣的平安能够进到你们的心里。感谢上帝。Thank you.